拉屎拉在裤子里是非常不雅观的事情。如果梦见自己把大便拉在裤子里，说明做梦者会心想事成，生活幸福。梦见大便拉在自己裤子里，预示着您会动点歪心思，取得事业上或者爱情上的成功。同时利用同情心博取他人的赞美，建议你不要刻意去讨好谁，希望您能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。女人梦见拉屎拉到裤子里，预示着您近期会和家人出去同游，并且你会更加珍爱家庭，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感。老人梦见拉屎拉到裤子里，预示着您财运亨通，万事大吉大利。孕妇梦见自己拉屎，预示着您物质财富的减少会对您生活上带来一定的压力，建议您要放开心扉，一切顺其自然。